加入二十，再加多個犯規，跟住啱啱先一號罰失俾二十磅碼。左邊嗰啲冧碼未齊，依家要擺十四球。紫色對犯三次，咁啊係幾多號啊？十七，二十有個犯規啊？係啊，三七啊之後，你翻翻啲數先咯。齊啊齊，我用。紫色對犯滿三七兩犯，請入請入。我過嚟射啊！八秒，白色有三分球，只二十磅。白色三五兩，快攻入一組。進攻，至十七兩分球，擺十四防守。馬斯林兩分球，十四攻板兩分球，十四攻板兩罰，十三犯規，十三一犯，係一犯，但係你滿咗天方。有啊有啊，十四球，十七分，你講你哋嗰隊，唔係你嗰隊唔係少咗打滿貫嗰個咩？咩啊？一二偷，都冇滿貫啊！阿 Roy 唔係話有打甲一咩？係啊，一二三分搶，三二攻板兩分搶十三攻板，我話擺唔到手啊！我開一個飛人，二十兩分搶，馬斯尼。上一次咪有一場我哋上一季啊，上一季輸啊。
十七偏方。系两球。十秒，罰球第一罰佢罰炒咗，跟住人哋又揾咗咯。但係我諗冇理由你咁贏，你咁落。